大家好，我到欣赏的时间啦，啊，这欣赏的是黑白讲的啦，黑白讲啊，凊彩听听嘞。欢迎到，欢迎到哦，即摆来讲一个吼，伫一个真暗的，这个暗暝啦，一个查甫的吼，就是。规身躯拢无穿啦，都路人啦，咧路滚啦，伫街路伫咧走啦，向着红灯去拄到一个警察啦，这警察就逼逼啊滚了咯，逼逼逼逼，你内三呢，滚滚滚滚，到街路袂走，伊跩用用讲较紧哩，啊，就拄啊台警车来，这台计程车吼，啊，拄啊一个小姐咧开啦，伊跩把计程车砸落来啦，计程车砸来伊都。车门开了就去爬起来啊！啊，警察拄仔哔哔哔，伊车开了就去啊！这个司机车拿开，副驾驶拿看啦，这边甲看啦，这规身躯怎啊光光来坐计程车坐嘛？车拿行，伊个副驾驶拿也看，啊，这个查甫是讲，啊，你车开唔开？你是伫咧看我，是咧看啥？哦，嗯。这个查甫的怎爱讲，甲这个司机讲啦，讲啊，你是伫咧看我，是咧看啥？迄个司机讲，你臭美，你是咧偌水，我是咧看你，我咧看你，我规身躯拢无汗，光溜溜白个，等一个毋知要创啥物，竟然看我，你规身躯都拢装无，你钱去哪底？我咧担心你。等下付计程车钱，大概就着摕出来啦。我看一个看你规身躯咧水啦，哇！这个司机就甲发一个面臭面，我咧看你，我咧看钱啦，我咧看你。我咧规身躯都无钱啊！啊！伊是咧烦恼讲，伊是钱要对于倒位坐起来付我的计程车费啦。啊！这个查甫咧，俩孙讲，啊，你开路一个脚真，一个脚真正。啊，继续哦，即摆去讲一个哦，伫咧庄卡啦，庄卡哦，有一个老爸哦，生一个囝真憨啦，啊，这个囝已经五六岁啊。有一天呢，因这个亲戚的长辈啦，讲要做生日啦，啊，当这个老爸都把这个囝都给带起来了，啊，带起因都当青草地里食，到上尾出啦，上尾出啥啦？出一盘这新桃出来，这寿桃啦，哦，这寿桃出来，我这囡仔就来欢喜来讲，阿爸，你看看。那个屁股怎么通通搬出来了？哦，迄较早迄树头哦，画的就是那敢那囡仔，脚掌安尼拄啊安尼出出来哦，啊拄啊正常啦。讲怎么有这个屁股通通搬出来了？哇，这一个这亲戚好友拢一日挨头白看啦，啊，坐啊这个杂工来哦，啊，人咧做寿啦哦，是今仔欢喜的日子啊，你享用哦。啊！咧坐啊，这个戆啊，啊，讲啊，这个到这场面时代哦，真歹看啦。因老爸哦，啊，想来想去嘛，想不着。我今我来甲摕钱啊起来。这寿桃内面哦，较早拢成啦，包迄红豆沙啦。伊先甲掰开咯。我戆囡仔，你看卖咧，啊，里面还有那个呢，黑黑的呢，诶，还会自动流出来呢。好食亲戚朋友是安尼，大家团圆安尼，无无啦。哎、欸，今仔是咧做寿的时阵对无？哎、欸，啥物伫咧讲迄，还有搁有迄乌乌的，还搁安尼一个一个的流出来。啊，无老爸爸安讲，啊，坐到这个戆囡仔来，啊，这个老爸就怎爱从这个囝出来，无依无靠，我来顶住。啊，继续不讲啦。今天有啦，啊，等下吼，咱蔡校长也无讲啊过分。啊，咱这个
阵连伊拄三安尼哦，讲到煞无味安尼，三个迄个段落已经断去啊，无继续啊啦。讲一个一对这个情侣啦吼，啊分开足久啊，有一日一个路拄着啦，那路拄着吼，伊嘛歹势甲讲，伊嘛歹势问伊啦，啊两个拄着吼，啊这个查甫就可以去啊，去问迄个查某。啊，呾离开遮久啊吼，啊，你毋知我交着新朋友无咧？伊讲有无是安尼啦？阮即摆现在即个吼，拄啊呾像许土药大个迄个欠个车来三千个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好歹我毋知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十日发来去啊。啊，这个查甫朋友呾问我呾，呾迄车是叫做啥物款嘞？伊就确定个向问了，去问迄土大公司啦。啊，这个业务员呾讲啦，伊讲原来这个查甫甲这个业务员看啦，讲恁新个诶，这个欠列车甲旧个有啥物差别啦？伊讲阮新个哦。哇！即马新车超，你若要买，你紧来，我甲你介绍较清楚。伊讲唔免啦，你电话中先甲我讲一下，我等下再考虑看卖咧啦。伊讲咧，阮新的吼、哦，买啊真大，冲得足紧的，上介好的就是啊，搁加三寸。啊，恁大家听有啦吼？搁加三寸长啦。哦。都比较大个，有冲个咧，莫讲啦。伊讲上好就叫加三寸长啦。伊就是咧比拼讲，伊新个男朋友甲伊旧个男朋友个差别啦。哦，吓咯。伊讲都无啥物啊，旧个甲新个就是新个加三寸尔啦，无啥啦。哦，伊讲安尼，我知，安尼我若买买车哦，我出来公司甲你看好。都差是差伫遐啦，哦。我今天我下场再聊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我无时间了，我看时间，啊，这个在下场这边讲啊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不讲起来了。哈哈哈讲一个工厂的头家啦，每天哦上爱去个工厂去巡啦，巡看伊遐员工哦有咧做工课啊无啦，哦，啊上爱问遐员工哦，讲伊来遮做哦，一工工资偌济啦，啊有一日啦，去巡到啥物啊，伊也毋知看项啦，迄都遮员工伊也捌看个啦。人外面来送货啦，啊货都搬好啊吼，伊就安尼，甲伊带来咖啡哩呐，咖啡就摕出来都安尼哪啉个哪啉个，这个头家讲，嗯，安怎啦？安尼我个员工安尼，人在咧做红货，安尼在遮咧啉咖啡，啊伊嘛歹嫌闻啊，那就怪不起啊。过一下啊二十外分啊，过写到怎啊看？嗯，也买个伫遐咧啉。伊就歪叫问啦，伊讲少年，你伫遮做啊，一工领偌济钱？伊讲无偌济啦，我拄安尼哦，安尼走来走去哦，一工领两千尔。这个头家哦，第下银食摕两千互伊讲，安尼好啦，两千你摕去哦，你滚蛋啦，你别过来啦。钱摕去了后哦，车人车开入去啊，伊才来问伊员工啦。讲拄只迄个哦，是伫咱工厂啥物单位咧工作红会。伊讲无咧，迄个做咱咧送货咧，啊送货都规都落雨啊，都伫遐休困咧啉咖啡咧，迄甲咱也无关系啦。头家讲安那样咧，啊我也无问讲看伊是倒一单位，干那甲问讲伊一工偌济钱啦。哎，着你讲讲两千啦，哎两千块伊嘛无甲你讲，我都唔是这工事。伊摕了你，我就甲底底啊，我来签，你就看得起啊。
这个头家都我那刚刚讲完事，原来遇到要改好，后天啦，再换个新工啦，文化局都去当局去做完回来，安尼这样输了，安尼这样，安尼继续，再笑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，阿全部，嗯，当然，真是两口水，阿个可爱。 伊安尼，甲咱斗阵来开头，第一礼拜、第二礼拜，我是讲这个大人，啊，搁邀请来讲这话，唔知排泄话，我就讲，你们看到，我反正是讲这话好，猛，这就猛，啊，恁两个看来开头有好，安尼短短啊无外久的这个时间。 啊！咱五十年前，华人前从我那华人来，真会好笑咧！啊，真好耍，啊，佫袂变面，啊，咱好耍袂变面，啊，真好讲笑，安尼伊就会好笑咧。啊，伊要讲，逐礼拜都要讲一寡这笑话，伊讲咱来去网络直直叫咧，直直吹咧，网络直直叫，直直吹，吹迄个同好笑。 啊，再来讲，互咱听呢。啊，咱诚幸福，咱毋免再那网络直直叫直直叫，啊，着听遍呢，伊叫遍遍来讲互咱听。这实在是咱黄董事长吼，无怪因呢愈可爱，啊，佫愈少年，咱甲拍一个互我甲看。所以，咱伫即个心灵讲座即个过程当中啊，实在意义非常的重大。 啊！咱每一礼拜有些人伫阮这边录影，啊，录录的转去，啊，咱这个张先生啊，就规暝免困，就上网，明仔载就有法度通看到网络。所以呢，咱伫遮咧咧心灵讲座啊，啊，诚侪人伫咧点看，所以就用个讲，简单的个性做一个，咱敢若大家人生的历史的这个记录。 这永远是网站拢未无去，所以啊，咱诚有福报，啊嘛诚感恩，有即个机缘，通互咱逐家斗阵来开讲。我想要请咱即个蔡校长，伊是有研究真侪名利，啊有研究天理，啊有研究人理，啊研究地理，天文地理拢有法度。拄仔头我咱朱老师都甲出一题互伊。 啊！即摆伊就要甲咱解释，朱老师在讲的，就讲在内容去卖，所以朱老师原来爱听，而且专门提起出来，啊，咱嘛诚爱听，即摆请咱蔡校长，拜托。